爱之深，行教之切，付出无求最大爱，何妨独立乱心力，一代素颜立灵魂呐。这爱之深之行教就浅咯，难得人生啊，难闻佛法，佛陀是一代树因缘来人间，期待众生会当体会家己，发现自己原来啊，都有如来本性，依佛同等智慧。可惜众生自不觉知啦，所以佛陀不断来人间，不厌其烦呐，那就是为着这份爱，这份清净爱爱，迄个爱呀、啊，真深，真行，就是用深之行。一份困切的心情，到底有几个人会当体会佛的本怀呢？咱逐天靠上自归依佛啦，自归依法，到底咱有深入经藏也无啊？咱若无深入经藏，要安怎会当体会咱的真如本性呢？咱要哪有法度智慧如海呢？法爱听啦，必定的听了后爱入心啦，才有法度发大心嘛，入大愿，入灵根中。通理大众，一切无碍。咱现在是性改变嘛？咱对家己应该爱有信心，相信佛陀对咱的教育，人人本具佛性。咱的个性若启动啦，咱才有机会入。智慧海呀，阿弥，才有法度入经藏呢。入了经藏，才有法主动度人入人群中啊，那来照判动事度，这嘛就是爱咱人人日日啊。我有这良心，佛陀的爱是深是行，咱哪会做不到啊？应该呢，咱人人拢做会到，深甲行意，一切为心做，入灵根中教之切，咱。知影偌济是确定的，法听入去，唔通偏差，咱会当呢来度众生，自度度人呐，就亲像咱伫咧度人，亲像度家己同款，遐尼真困切，所以爱之深，行。教
之前，也要安怎做呢？付出，付出，无求，最大爱，布施啦，利心啦，爱意啦，同事啊，这呢，就是无所求的付出，这就是深深的爱啦。咱在人群中，好好独立，暖心念，爱囝要教囝，还是要安怎教呢？好，是不是用真严厉呢？这个毒就是真虔诚，大众耐心啦、啊。安尼要安怎来给鼓励？迄、那个一心一志来鼓励，该保护表面上呢，感觉起来是较严厉，但是呢，内心是真诚。这份呢，好好独立，这是从内心，还用安尼的软实力，要爱伊，要疼伊，不是听信伊，也都爱看起来温字的微字不变吼，这种的软实力不懂。以教化众生，也是安尼的方法。这一代数因缘，哎呀，不断啊，来回来回啊，就是在人群中，佛陀的慈悲啊，爱的心。的力量，咱应该呢，爱用真诚的心相信，爱解佛陀的心怀，咱呢爱用殷勤精进。所以咱经典前面的文呐，安尼讲，以自足人，因为老爸呢。已经把孩子叫人把他带回来了，他本身呢也脱落了庄严的服装，换上了平常的衣服，工作的衣服啊，也还在拿着这个低分的气库去亲近大家人咯，啊，行过的所在都甲大家人互相勉励啦。所以讲，以自足人啊，拟定勤作啊，勿得害心。这大家人爱认真哦，唔通贫惰啦。哦，这就是。以方便呐、啊，得尽其主，因为伊本来要用伊的本怀，和大家人接近，甲伊的本怀同款，但是爱用方法啦、啊，所以方便得尽其主，那用温诶。温和的态度来入人群中去，用虔诚的笃志吼，那真正的笃定的志愿呐，要来度众生，和每一个众生呐，都会当感受到啊，真的就是方便来亲近迄个囝，接落来呢。一段文阁安尼讲，何何果然，啊，已经接近着囝咯，就阁安尼讲，顿
男子啊，你想出作物何意气吼？啊，这个何何吼，就是接近了后一段时间呐、啊，这个是何何？大家人讲话淡会来咯吼，话会投机啦，所以伫这个所在呢，不，那就是。用较强的语气，男子，你想出作物何意气？这就是一种譬如吼，那用方法啦，啊，用速如意足这种的方法。那这个“顿”的意思呢，就是惊。意思，比如讲，哦，看到人行在迄条路，唔对啊哦，那你行唔对路啦，这都要较大声甲话咧，无伊已经咧用要差之毫厘，失以千里啊，所以不就是较猛烈的声音嘛，该话吼，那可以当惊觉。你错啦！啊，迄、那个所在危险，大声甲话，那错啦！啊，自然呢，伊听到哦，惊惊到哦，唔对路，或者是危险的路，爱赶紧停止，那爱搁再纠正迄个方向。惊觉之事啦，令下散乱心，这速如意足啦，就是安怎样呢？予咱迄个散乱心嘛，会当去除正面的思想群啦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啊，以生恶令速断呐。未生恶，令不生啊！未生善，令速生；已生善，令正长啊！这速正群，那再过再来就是爱，速如意足。所以呢，这就是爱，和大家人心爱定落来。甲你讲的方法啦，你一定呢。爱好好接受，按照这个方法去行啦，思念处思正群啦，你的心呢爱定落来，唔通搁再差乎你这个错误的心量，这呢就是安尼，甲咱好用吼，所以顿就是。强烈的声音，那予咱听到呢，听会到，会当觉悟会到吼，错误的赶紧停止，啊，该对的代志要赶紧呢向前前进吼，予咱的心啊，会当静的心念吼，啊，咱若咧起心动念，啊，得赶紧用方法。予伊个迄个散乱心停息落来，那咱个心会当静落来。男子，男子吼就是查甫人啦，啊，查甫人呢比较比较有向外嘛，古早个人吼，那男就是外面做事业顶顶吼，所以也用男子呢。譬如吼，修行者呢，乃是大丈夫事哦，无分男女啦。你既然要修行啦，那就是大丈夫事。所以人人修行
所以佛陀给众生呢，都在男子就说：“恁这些修行人啊，大声，搁在叫醒，咱是修行者吼，所以咱必定呢，爱时时啦，用念处正群这种的智慧，这就是智。数念处，数正群，这就是要磨练咱的智慧，常常来体会家己主观。”观心不净，这就是要用启慧启发咱的智慧啊！咱逐天迷迷茫茫伫人间呢，为着这个身躯到底造作偌多业呢？这个身躯呢，原来啊，就是安尼不干净的身躯，随着时间轮转呢。老病死啊，这死了后呢，就是一堆污烂掉去又臭真不干净的物件，最后是一堆的白骨啊。咱都爱好好用心来思考咱这个身躯，那一定呢彻底到头是啥物？无需要为着这个辛苦啊，安尼呢来造作是非，造作业力，为着这个辛苦呢，惹来真多无明烦恼、定杀行等等，无需要为这个辛苦安尼吗？所以这是佛陀用心弘法，除了苦集灭道啦。那三十七座道品呢，时时来甲咱教诫吼。那三四二五七八啊，共是三十七座道品，爱咱好好来修持。所以呢，念处正群就是属地啦。所以地位那就是，亲像修行者。定爱有吼，所以对男子又是，搁再要甲咱表示属性体的相。苦集灭道，这是属性体嘛？这个形象啊，人间真是苦啊！那这种无限量的苦真多啊！这一一拢看会到的形象，道理看会到啦。经过佛陀分析了后，这种苦集灭道，人生呢，就是安尼生活。阿弥互相对立，阿弥彼此呢来惹是非作恶业，这呢素体之相，咱呢拢已经看到吼、哦。所以啊，咱知影啦，幸福利之吼，那、哦、就是用了解甲恁。真明烈，予恁知影讲，恁到底搁咧迷茫什么呢？人生遮尼真苦，你还搁安怎伫咧迷茫呢？予你抽象去看，看大家人啊，真苦啊！长嘛一位老菩萨，啊，遮好命吼、哦，人伊呢，四个囝有医生，有律师，有老师，一世人。可以爱什么有什么，但是伊顶袂得跋脚啊！啊，跋脚呢？伊讲真苦，输啊苦啊！啊，都无代志做，啊去佚佗呢？啊去遐佚佗嘛安尼，啊遐佚佗嘛安尼，
哎哟，啊，哪会遮尼苦？有人就甲讲吼，啊，你遮尼遮好命，搁伫咧画苦，啊，规个面呢，啊，逐工都是安尼油格格吼。那、你到底咧苦啥个？你遮尼好命，囝遮友好啊，你咧苦啥个？啊，我着输教嘛艰苦啊，啊，我佚佗嘛艰苦啊，啊，闲闲足无聊。啊，嘛艰苦啊！所以，得人家讲啊，安尼呢，你是毋是去租借看卖咧？无定着亲像你即种诶人去租借，你都会快乐啦。果然，伊就来租借咯，到处环保啊，啊，逐工做甲超欢喜诶，欢喜甲呢，逐工都伫咧熏花香啊，所以这个。苦，真正是苦啊！这种，让伊遐尼有钱，囝遐尼友好，但是呢，上瘾嘛苦啊，佚佗嘛苦，花轿嘛苦啊，真侪苦。做啥会上快乐呢？自在啦！到现在呢，已经做着自在，一开始快乐了吼。所以这种性。用这个世间上种种的苦来励吼，来鼓励大家人啊，就励现在免知吼，还叫大家人爱精进呐，知影苦都爱精进咯，处罚如金刚剑吼，啊，亲像金刚的利剑呐，会当。斩断了咱的烦恼根，唯有你精进，烦恼才袂过一直来啦。所以，惊发大丈夫之志，大声发啦，互伊知影讲，哦，我毋对啦，啊，赶紧呢，修心转来啦，修心转来了后，自然呢，伊就。接触了法啦，了解了法，成为大丈夫的志愿。讲过去啊，修行乃是大丈夫事。这个大丈夫的志气呢，啊就提起来啦。那先斩断了种种的结缚吼，拍家的锁啊，先给斩断，那就是。斩断烦恼啦，啊，安尼呢？所以，不难住，就是大声话，在修行者，恁爱醒悟起来啦。所以讲，男人多属向外，这是种譬如。人呢，那是改过来啦，伊的魄力啦是真大吼。如那用智慧观外处境，就是讲咱爱用智慧观观外面的境界吼，处外面的境，这呢会当了解外面的境界无常。你想声闻、缘觉。声闻听了法啦，眼见呢，眼这个四谛啊，看到这个境界，知影无常，这就是智慧。男人表示智慧吼，那起外面的境界，外面看真多啦，了解的真多吼，所以讲啊，这个不名为常，因为外面的境界都、就是。四谛的境界拢无同啊！那所有的事物呢，拢总是无常的。咱若是会当体会、了解无常，人间不管是人、事、物、境界等等，无有一项呢永远相处。除了
咱的真如本性以外，其他无啦。所以逆向出作啊，你爱定啊认定啦，认定呢，咱爱修的行是回归如来真如本性，那迄个素体法啦，是咱爱真透彻了解。那37座道品呢，是咱所谓用功，所以素如意足是属于定吼。那念处正勤，这是属于地吼。那素如意足呢，是属于定，宁定不动，咱的道心吼，叫做素如意足。那就是讲所修的法啊，如圆满足的意思。咱的心念那无有动摇啦，咱会当殷勤精进，未受懈怠呢，障碍咱的道心，这叫做如意足吼。一是欲如意足，我既然要修行啦，所以呢，我所希望要修的法呢，拢总真满足如意吼，发入心，发起充满这种。如意足，叫做欲如意足。第二呢，精进如意足，那就是所修的法啦，专注在一心，无散乱吼。这呢，就是如圆满足吼。那么第三呢，是念如意足，咱念足在足啊，所修的行呢，所修的法啦。拢总记忆不忘，拢定定伫头壳底。逐天啊，发听了后，都用在日常生活中，也是如圆满足。个第四呢，思维如意足吼，啊，所思维啊，就是咱的心，咱所想的，咱所修的，咱呢。拢总无有去互袂记哩，啊嘛无有失去啊，发入心啦，无有漏失去吼，即如圆满足吼，啊那会当安尼啦，即就是上主吼，下各位爱呀的力量，那么咱爱用心真正的殷切入心。求道的心呢，那方法这么多，给我们教育，莫非呢，就是爱我们的心，爱不能去受外面的境界所给我们摇动，所以我们爱时时多用心。